叫害羞。干嘛？看一下也要害羞？不是 gay 吗？你的初吻给男生？你现在是一个小处男，那你都不打手枪？会不会其实你有阳痿？不会掉出来，到底有多紧张啊？你知道会露腹肌的上衣。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sponsorship. 耶、yeah, ！欢迎来到色咪咪美容室，我是美容师史达。我们今天找来了这个是运动员吗？你真的很运动哎、欸。对。你要脸红？我比较。马上脸红哎、欸！怎么了？你是做什么运动的？我跑步的。跑步？对。跑什么步？跑800。那你现在是几岁？19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阿全叫。怎么样？刚刚是不是又想了一下，想说到底要叫什么？好的，所以你就是一个跑步员就对了。对。每天都在跑步吗？礼拜三不用练。哦，只有礼拜三不跑步。对。那你们跑步员是什么？一整天都在跑步？没有，就是下午3点会有专训课。所以前面3点前还是正常上课？对。所以那些国音数那些你们还是要上？要。那你专攻是什么？就是你的那个什么系？不是陆上系啊？怎么样？陆上系是什么？所以有地下系跟陆上系，就是算竞技系。陆是哪个陆？陆上系？陆地的陆。然后呢？上呢？其实应该是算竞技。上面的上吗？就是运动竞技系。所以有分成陆上跟水下，是吗？水上系，哦，有水上系，对。然后你是陆上系，对。那有空中系吗？没有。我想说，哇，最近学校好厉害，还分这么细。OK， 所以你们大部分就是以在陆上的活动为主，就对了，对，是吗？对。所以你除了要跑步以外，还要学别的东西？就是我们有可以选课，选什么课？就是你选了哪些课？我听一下。我选。唱歌，唱歌。等一下，陆上戏，然后跟唱歌有什么关系？所以你在陆上所有活动，你们都可以选就对了，跳舞也可以。对，就可以选别的领域的。对，别的领域的东西。所以为什么选唱歌？因为我唱歌需要加强。但你是爱唱歌的人。对。你都唱什么歌？我都唱年少有为吧。那你唱一下，我听一下。我们假装没有镜头录，我们随便听听。我现在只是好奇一个，好热热好，好听一下，随便一句。假如我，那你陪我一起好了。好，你先唱，然后我再唱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算一起吗？是吗？那你 key 是怎么样？我听一下你的 key。假如年少有为不自卑。好，那大声一点吧，大声一点吧。比较，那你陪我一起好了。好啊，假如我，你是这个 key 吗？你先唱一点，我才知道我要怎么抓。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，懂得什么是珍贵，那些美梦，没给你我一生有愧。是吗？对，是这样对，我这样唱对吗？对。哦、oh, ，所以你们唱歌系要学什么？我是下学期才修的，就是有还没开始就对了对，只是先选到而已，还没有认真去上。然后选课真的要注意。怎么样？就是我是说选那个现代舞蹈。你还选现代舞蹈？你这所以你们学校就是所有表演的路上的表演都可以学就对了。对，就是可以学很多东西。那你还有很多了，还有什么？还有社会什么，然后运动性别不平等，或运动防护。性别不平等，这也算是一个系，这也算一个是，这也算一层课。对，其实教的蛮细的。你有学了就对了。怎样？我有修。有修，但没有过。过了吗？有。那要上什么？性别不平等要上什么？就是两性。就是平等的东西，例如老师讲什么，随便讲一点，我想听听看，现在小朋友在上什么课？该怎么讲？就是他主要教你们什么？性别要平等，然后其实还有跨到别的东西，例如
聊一个最特别的。最特别的吗？嗯。工作的。工作怎样？就是他会说，可能护士就是医生、护士就是男女职业哦。为什么都是女生当护士，男生当医生这种概念是吗？对对对对对对。所以就是男生也可以当护士，然后女生也可以当医生这种概念。然后男女生的就是薪，就可能同一个工作，但是薪水会不一样。有吗？男女生的薪水会不一样？这我倒是没有听过哎。例如怎么样？怎样会不一样？所以如果我们今天都是收垃圾的，女生收垃圾会比较少钱，会吗？这样吗？我不知道这个工作会不会，但是对我那时候就听到别的工作了。什么工作？我听一下。我记得有律师，好像会男生会比较吃香哦，比较需要那种阳刚气质的工作的。那种工作就会男生的薪水比较高。对对对对。哦，那所以那你我其实我很怕我自己讲错，就是我怕。没关系，讲错我们就当他是学生，我们要给他多一点包容跟爱。我们观众 OK 啊，他们对你们都蛮好的，他们就对我很残忍而已，他们很讨厌我。没有没有没有。那还有什么有趣的课？那你还修了什么有趣的课？因为你唱歌课都还没学。还没学还跟我来唱歌，莫名其妙。对不起对不起。我有跳舞的那个，但很好笑。你说国标舞，就是它算现代舞。现代舞，我那时候抢说要那种很有意境的那种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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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就掉下眼泪。就差不多这样。哦，为什么想修现代舞啊？因为其实我也蛮想会跳舞的，因为我觉得会跳舞的人其实很厉害。所以其实你什么表演的东西，你都想尝试就对了，是这样的概念吗？但我后面我就……那你后空翻啊？我不会，我不会，不会。但我后面我就退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太尴尬。你说太多情绪要表现了吗？就是可能一个太抽象的东西。对对对，一个可能比较意境。对对对对，一个歌下，然后就要这样动来动去动。哦，所以那你知道目前除了跑步以外，最喜欢什么课程？好像都不喜欢，就只喜欢跑步，真的假的？跑步机也还好，我也没有喜欢跑步。你也没有喜欢跑步，那你要开酒吧啊？开酒吧，哎，很跳痛哎，为什么？平常喜欢去夜店？我比较爱喝酒。你是爱喝，所以你今天喝完才来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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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脸那么红，没有这个，本来就害羞就一点。哦，还是害羞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想开酒吧？你要开什么酒吧？其实我看蛮多的，我应该想要唱，我应该想要开卡拉 OK 吧。你说韩国那种吗？不不，就是你说那种可以点歌，就大家就老派的那种。其实还好，其实蛮多人很会唱歌，就是哦吼，有时候吓到。你是说是 pop 那种就对了，可是 pop 是找那种歌手来驻唱，你不是，你是要给观众自己唱就对了。对对对对 对就是那种老人家的那种啊，一桌一桌的，然后大家可以边喝酒，然后可以上台唱歌那种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哦，为什么想看这种？因为你会不会一直霸占麦克风位置？对对对对对，我就觉得对要唱歌，自己想唱就对了。想要边喝边唱就对了。对，然后可能我比较会喝一点，所以比较不用担心。哦，你是很会喝的那种。没有没有，我没有很会喝，喝不醉。我没有喝不醉，我就是有醉过。有。醉了会怎么样？会吐，很丢脸。还有嘞，除了会吐以外，会比较放得开。就那你不要喝一杯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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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马上拿个酒，然后把它灌醉嘛，然后这一集整个哇哇，这一集很厉害。